大家好，我是小编鲑鱼。今天我们要讲的并不是那个男人周董，而是华人第一武打巨星李小龙的电影《唐山大兄》。影坛对李小龙的总结是，李小龙一生只拍过四部半电影，从这期影片开始，小编也会用四期半视频跟大家聊聊李小龙这四部半电影里的故事。 Respect， 对这部电影为什么取名《唐山大兄》，很多朋友会误以为影片中的男主角郑朝安是河北唐山人，所以才这样取名。但唐山绝非河北省唐山市，唐代表中国和唐人街中的唐一个意思，山指山河江山，因此唐山指中国大地，大兄类似七尺男儿，因此片名翻译成国语就是类似中华英雄之类。在本期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小编提醒各位观众朋友耐心看完，视频结尾会有彩蛋。好，我们正式开始本期视频。首先，我们来简单捋一下电影的主要剧情，因为剧情确实也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喜欢这部电影的朋友，可以网上搜索一下原片观赏。因家乡年景不好，青年郑朝安跟随三叔远赴泰国，正在当地华工许宪的帮助下，得到了一份兵场的工作。许宪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时常卷入争斗。郑朝安虽也学了一身功夫，但碍于母亲的劝诫，不能出手。华工们工作的这家兵场为谋取利益，在兵中藏匿毒品贩运。不久，两名华工因为偶然拾到了兵中的毒品，被厂长和老板杀害。许宪向老板要人，反被对方派众打手于家中残忍杀害。工友们寻找失踪的华工和许宪无获，于是罢工抗议。厂长和监工们痛打工人，郑朝安仗义出手。厂长畏惧升级为领导，众工人称呼郑为唐山大兄。老板方面见笼络郑朝安不成，杀害了所有华工。郑朝安冲到老板家中，欲令其血债血偿。对于李小龙来说，出演唐山大兄的际遇确实是有很大偶然性的。1971年，李小龙回港，其实是打算接自己的母亲去美国生活的。回港拍戏并不在他最初的计划之内。李小龙离开香港虽然已有十余年，但他毕竟不是香港影坛的新人，而此时他又在国际武术界和好莱坞闯出了一点名堂。他的归来自然会引起业界的关注。李小龙看似荣归故里，但他在美国其实过得并不舒心。他在美国背负了沉重的房贷，而他的演员职业和武术事业并没有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你没有听错，华人第一巨星也没有逃过常人房贷的命运。几番接下下来，既能发挥所长，又能获得不错的收入，何乐而不为？就这样，李小龙归港第一部电影正式开打。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唐山大兄的武术指导是韩英杰。韩英杰还在影片中出演了大反派冰场老板。韩英杰是60-70年代影坛非常重要的武术指导，他也是胡金铨的御用武术指导。他还是京剧名武生于占元的女婿，于占元是洪金宝、成龙等七小福的师傅。韩英杰虽然是影片的武术指导，但得到邹文怀支持的李小龙显然获得了动作设计的主动权。他的标志性动作李三角、凌空飞腿、摸鼻子、舔血、怪叫等等，都在唐山大兄中定型了。他叫做李三角了，他只是踢三角而已。我不是啊，怎么会。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下韩老板跟李小龙的对打经典桥段。在李小龙的电影中，基本上摒弃了京剧武生式的花架子的连贯过招，取而代之的是截拳道的快、狠、准以及下下五般的节奏感。但李小龙在《唐山大兄》这部电影中并没有架空韩英杰，影片中的跳跃动作完全是韩英杰式的，这种动作设计在胡金铨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影片中其他演员的动作设计应该也主要来自韩英杰。在这里我们就不过多叙述，李小龙不像洪金宝、成龙有所谓的洪家班、成家班，但他带出来的班底不少人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底色。唐山大兄中，刘勇、林正英、田俊、姜昆、陈慧义、陈龙等配角都是70-80年代香港电影的熟面孔。接着我们来讲一讲唐山大兄的导演罗维。罗维一生导演电影超过50部，却先有佳作，即因他喜跟风轻创作《唐山大兄》《精武门》等经典之作。外，罗维最大的成就就是给李小龙和成龙取了最终让他们飞升国际的艺名。李小龙的诞生，罗维功不可没。李小龙去世后，罗维力捧成龙，但成龙并没有在罗维手上走红。所谓成龙，就是成为李小龙之意。很多不了解李小龙的人认为李小龙是一个自信到近乎傲慢的人。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昆汀·塔伦蒂诺在《好莱坞往事》中对他的抹黑。
They won't let you fight like that. It's very frustrating. You stand in front of a guy, you just want to let him have it. 对于这部影片，很多人都觉得这是昆汀·塔伦蒂诺对李小龙的不尊重。但一千个人一千个哈姆雷特，大家对这个桥段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插叙题外话，在唐山大兄的女一号苗可秀也是让小编久久不能忘怀。我们来欣赏一下当年苗可秀的绝世容颜。成名之前，李小龙曾吹了一个大牛，我的明确目标是成为全美国最高薪酬的超级东方巨星。从1970年开始，我将会赢得世界性声誉，到1980年，我将会拥有1500万美元的财富。那时候我和我的家人将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个大牛的前半部分，随着唐山大兄的上映，李小龙实现了。李小龙的各种纪念套装影碟中，唐山大兄一般都是第一张碟， CC 版李小龙套装也不例外，因为它意味着李小龙的诞生。最后让我们以当年唐山大兄的预告片来看看李小龙是如何横空出世。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喜欢本期视频的看官老爷们，请给小编点个赞和订阅。下期节目更加精彩，我们稍后见。